我是谁？我叫刘毅，就如你看到的，我是一个高富帅。当然，一个高富帅的身边会有很多个女人相伴，我当然也不例外。这都归功于我的右手，还有我右手里住的小狐狸。当然，从屌丝变成高富帅得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但为了我心目中的女神马逸璇，就算用心弦来交换。 甚至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。你问我为什么？你见到他，你就会知道了。马逸璇，我的女神，刘毅。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人家？人家好害羞啊！我什么我啊？有什么想说的，你就说嘛！快说出来嘛！ 你是不是跟人家想的一样，心意相通了？日前，在外太空出现不明白色飞行物体，以惊人的速度接近地球，有不少民众怀疑是否是外星人，但根据天文学家指出。 这里应该就是当年星旋圣物爆炸的地方。只要找齐切片星旋碎片，就能回到 F 星球，维持星球运转，还能收集时间，替父王延长寿命。自信一点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哎呀，刘毅。 我昨天选的片子你看了没有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是你最喜欢的高中生啊，凤学后啊，保健师啊，布伦西利啊。我现在不想啊。哎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啊，我昨天有一个惊人的大发现，足以拯救我们所有的屌丝男。就是把你的手放着，坐在上面，10分钟之后再下载驱动程序遥感驱动程序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啊，到时候你就闭上眼睛啊。 接着你会慢慢感觉到识别人在给你下载遥感驱动程序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天才啊，哥还有事啊？哥先忙了。不是哥哥，哥，哎哥，今天你生日，我们要去哪里玩啊？吃下午茶好了。好啊，吃下午茶。刘毅，你就是你啊！嗨，陆毅。 马逸璇，今天你生日，晚上我请客带大家出去玩，帮你庆生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去吗？好像还不错哎，要去你们自己去，我不去。我告诉你，我订了一家很棒的餐厅。刘毅，刘毅。
哎，哥，一下子不见你，怎么躲在这里啊？哥，马玉璇说她最近被一个变态跟踪狂骚扰，是不是就是你？最近骚扰姐姐的人是不是你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不是，还写一些恶心又低级的话。我看呐，他家外面信箱里的那些脏东西也是你放的吧？刘毅，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恶心啊？就是我什么我？我不是你干什么？嗯嗯。啊啊！这不都是玄玄的照友吗？跟我走！啊，我你就是他！太夸张了吧！不好意思，接过。挂上去。各位同学，最近有一个变态一直跟踪马逸璇，今天我抓到这个人了，就是他，刘毅。太漂亮了，变态！现在我抓他来顶楼，公开向马逸璇还有全校同学道歉。对对对，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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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都已经罪证确凿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就是变态，敢做不敢当啊！找他道歉，变态！我对啊，还道歉？什么人啊？我不是变态狂，我只是跟着马逸璇。那我不是跟踪狂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啊！生气了他。什么人啊这是，居然敢把牌子丢下去，这可是他们两个花了很多时间做的。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，你看看啊，不是变态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。你看看，被误认为是跟踪狂，看见马逸璇失望的走掉，我永远忘不了他当时的眼神。等等，那个人是谁？那个跟着他的人到底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在这里干嘛？别想不开呀！从那么高跳下来，我没死啊，我还活着。马逸璇，你真傻。为了我，连跳楼都敢啊！
你是不是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？为了我连命都不要，真的好感动。如果门能关上就好了。为了报答你，我只好……慢些。原来是在做梦啊。马一轩，我的女神，刘毅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人家？人家好害羞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觉得这些事情我好像都做过了？什么东西？你赶紧从我家滚出去！只仓鼠，对你来说它可能是只仓鼠，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学妹。可是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食物。这是什么野蛮思想？说不定它一个连我都想吃。把它给我。所以你来干什么？
为什么会来在我家里？那我就告诉你吧。我不想听，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，快出去！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哎，算了，我不管你对我做了什么，你赶紧跟我走。你刚也看到了，我没法离你太远，我只能暂且在你手里生活了。不是你，我上学去了，这事你得赶紧解决。哎，你忘了关门。难道是时空倒转？真是太有趣了。接下来周鲁一说话。马玉璇说他最近被一个变态跟踪狂骚扰，是不是就是你？然后是他最近骚扰姐姐的人难道就是你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他写信有心有地级的话。他看呐，他在外面信箱里那些脏东西也是你放的吧？刘毅，你身为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恶心啊？就是还笑得出来。糟了，我手机里的照片都没删，他不会。干什么？照出来。鬼鬼祟祟照什么东西？都是璇璇的照片。刘毅，这全部都是偷拍的照片。恶心脏东西，跟我走。我姐果然是时空倒转，那么等一下马逸璇会被一个奇怪的人跟踪。没错，哎，这里有个女人。下流，变态了，是变态。对，这是变态，脑子有洞啊。这里有个女人，神经看到没有？在哪里？你看我。马逸璇，马逸璇，马逸璇，变态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谁啊？走开！你是谁啊？我每天都守护着你。在。每天，我看着围绕在你身边的苍蝇，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啊！放开我，这个变态！我这么爱你，你给我一点回报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你说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放开我！你。生日派对。开始了，放开他。我告诉你，跑过来真的超累的，让我喘口气。好了，放开他。我不放你。是男人的话就把武器放下。好啊。
帮忙吗？麻烦你，快帮我把马一雪带走，哦，我还可以。好，先让他尝点甜头，再谈交换时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 ，yes， 快快，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还以为一直跟踪我的人是你。不过你跟那个变态长得蛮像的。嗯。啊，开玩笑的啦。哼。快乐，谢谢。说谢谢，他跟我说谢谢。奇怪，怎么计算不出陨石坠落的轨迹呢？请你给我一点休息。他说他是狐族，那就是狐仙了。仔细一看还挺美的，要是能利用他来追马一贤倒也不错。不好意思，这只能请你吃这个，将就一下吧。
你们那边不吃饭吗？哦，喂，我们这边吃饭用筷子的。我教你啊，像这样。这样，这个，勺子给我，勺子给我。你知道吗？之前我看过那个《地球旅游指南》，我一直以为地球是一个下等，然后又野蛮的三等星球，但是这东西。太好吃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你叫什么？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哦，我叫林童、胡夏娜拉、苏鲁弗鲁考克、朱蒂罗斯、夏娃田一维。再一次，我叫林童、胡夏娜拉、苏鲁弗鲁考克、朱蒂罗斯、夏娃田一维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。林童、胡夏娜拉、苏鲁弗鲁考克、朱蒂罗斯、夏娃、田一维。所以我就叫你林童了。可以。哦，不对，还是叫小狐狸呢。还是叫林童。好。不，我还是觉得小狐狸更适合你。就叫你小狐狸了。小狐狸，早上那件事情是什么事啊？就是这啊，这个是连接传输，是我们火星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。那我们再传输一次。好。还是不要了，还是不要了。那这样吧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所以，你能猜到我在想什么吗？他是谁？他怎么会找到我？他真的是外星人吗？他不是骗子吧？他的罩杯是多大？他跟马一玄的谁比较大？马一玄的大。马一玄！行了，我信了。你先吃啊，我去冷静一下。将军，您刚解除封印，灵力消耗严重。这只野兔先让您恢复体力。今天早上陨石坠落应该跟狐族公主有关，想必她也是为星玄而来。星耀会已经拥有一片星玄，我会在狐族之前找齐其他碎片，让狼族早日反攻 F 星球，以报封印之仇。